来看一下中华队的选手李恩典，目前呢是排名在第七位，他也是向内翻腾两周半躯体完成，难度系数2.7。向内翻腾就是背对水池起跳之后呢是向前翻，稍微的有一点点欠火候，身体有一定的角度入水。再来看一下，这个就是平衡不太好啊，它起跳之后呢，踏板上的弹力呢并没有完全给它一个向上的力量，所以发生了偏斜。6.0和6.5分，47.25分，总分排名在第三位。